家好，我是陈思涵，然后我是2015年的得主，然后我目前是在 Goldsmiths 就读 Dance Movement Psych Therapy。我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拿到这份奖学金像一场梦。然后从一开始准备书面资料，到之后到这边面试，然后到最后拿到那份 email 说我录取，这一段过程让我学到很多，然后也因为这份奖学金让我认识了另外四位非常优秀的伙伴，然后之后也因为这份奖学金让我得到一个机会去电台做分享，然后让我可以让更多台湾人知道现在越来越多人投入到表达性艺术治疗这个领域，然后也很多人进到这个领域去学习。那我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台湾推广表达性艺术治疗，让更多人可以受惠于这个比较新的心理治疗的方式。那最后想跟未来的得主说，就是得到这份奖学金是一份很大的肯定，但是真的出国之后才是许多挑战的开始。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学到一件事，就是除了毅力让我可以继续走下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幽默感。幽默感真的帮助我很多，就算遇到不好的事情也可以让我笑着去面对。那我鼓励未来的学子，就是在辛苦的时候可以回头看看过去自己已经挑战过多少的关卡，然后得到多少的鼓励。谢谢大家。